不同的材料，你要调后面这个气缸，气缸是可以调行程的。然后调这个行程的话，我们把字据拿出来，在这个手动调试里面把这个气缸推出来，然后我们拿材料比一下，要让它有扭紧的空间，然后就可以锁紧后面这两个螺丝了。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，返回刚刚是松螺模式，我们现在用扭力模式扭紧，放下去，现在这个是松的嘛，是吧？松的，我们启动机器，达到扭力，松开，已经扭得很紧了。如果说你要把它松开，就松螺母。